嗨，大家好，我是小猫猫。今天的题目是，我想知道中国人来到法国之后呢，他们觉得法国怎么样？Aujourd'hui, nous allons faire une petite vidéo. J'ai décidé de venir dans la rue Toulousaine pour poser des questions aux Chinois, de savoir ce qu'ils pensent de la Chine. Et là, nous commençons dans un endroit qui est super magnifique et très romantique, qui s'appelle Elotique, et dans la rue Rominguière à Toulouse, près du Capitole. On se voit au Capitole. 5 minutes later. Ah,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美女啊！你们叫什么名字啊？姓张，我姓司，姓司，司，哪个司？司机的司，司机的司。ça y est, j'ai encore retrouvé deux autres amis chinois qui vont pouvoir répondre à mes questions. Finalement, c'est les Chinois qui ont le succès sur ma chaîne. 那我叫小猫猫，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先你开始。我叫李希瑞，我来自中国。哪个城市？西安。西安，我去过西安。那你呢？我叫叶童，然后我是北京的北京人，然后在法国已经4年了。我之前在巴黎。你之前在巴黎？对，我在巴黎上上本科，然后现在来这边上研究生。研究生，你是读什么专业的？我是读商科的，管理还有金融 finance。哇哦，厉害。你呢？我是读那个信息传播的，然后是在图鲁兹三大。对，我碰到过最厉害的中国人。Voilà, j'ai encore trouvé une nouvelle invitée. 那你自我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克莱蒙钦的。然后我在这边是读工程师学校。哇哦，哪个学校？NZ 的，是那个在市中心这边。对，在市中心，François Verdier 是不是？对，我觉得这边风景还挺好看的，特别是河边。那你知道图卢兹有它有一个名字，一般我们用那个名字来说，是图卢兹那个城市是有一个颜色，你知道吗？玫瑰之城，对吗？对，他知道。Et en plus, moi, je suis en train de réfléchir. Comment je peux lui dire ça? C'est la ville rose, on est dans la ville rose. 那你们是来这里为了学习还是工作？上学。你也是？上学。好。那你们觉得图卢兹怎么样？图卢兹的风景、人什么之类的？人就很友善，是真的挺友善的，对，就比较热心，对。对，人也特别热心，然后就这个城市，但是就是比较小，但是就风景很美。对 ，c'est un très belle avis sur la ville toulousaine。我觉得图卢兹的人特别友好。对，因为就是刚开始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看我们不知道往哪走或怎么，他们都会提供帮助。就感觉就和不想这么说，但是和巴黎那种比较大的城市不太一样，会比较有人情味一点。你去过巴黎吗？对，我来法国的时候第一站是巴黎。是吗？那你是旅游的还是学习？没有，我之前没有来这边旅过游，我是来上学的时候从巴黎转机。知道了，在那边待了几天。En fait, c'est vrai ce qu'elle dit. À Toulouse, a priori, on est très chaleureux comparé aux Parisiens. Mais bon, ça dépend si tu souris avec les Parisiens, ils sourient avec toi. On va pas dire qu'ils sont méchants, mais bon, ils sont moins accueillants. 你们去过别的城市吗？哪个？巴黎和里昂。哦，巴黎，巴黎人比图卢兹冷漠。我知道，我们也是这么想。那你们来法国之前有没有什么偏见，就是 préjugé 吧？我觉得法国人之前的偏见应该就是法国人会容易迟到，然后会很懒，然后还会很浪漫。对，是的，然后就生活节奏很慢这样子。好，还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真的假的？是真的，有一个，就是法国人都特别爱迟到。尤其是图卢兹人，我们这里有一个叫 Le quart d'heure toulousain。我有个朋友啊，他是中国人，但是他习惯了这种生活，他总是迟到。他会看到这个视频，我说你啊，总是迟到，你呢？我觉得一个是感觉法国一年里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放假，就每天都是放假，然后就是吃的，
吃的都特别好，每天都是牛排然后红酒这样子搭配，还有就是生活上关系上面比较开放一些，嗯，就是可能是先上床，然后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交往。对，你来法国之前有没有一些偏见？嗯，当然我感觉每个地方都会有些 stereotype， 像之前很多很多中国人会觉得法国的男人比较浪漫。哦，别说了。对，然后这边的奶酪和红酒很有名，嗯，然后英国人和法国人互相之间不太合得来。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好像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在我们学校里面也会有那种就比较害羞的男生，然后就是每我觉得世界上每个地方其实各种各样的人也都有，有时候 stereotype 可能不会，就是你需要自己去发现这些东西，对吧？有没有不好的 position 你听说过没有？除了迟到算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还有没有不好的？不好的就是之前会觉得法国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对，然后会有很多难民，然后会有很多抢劫啊偷的问题，但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然后因为我把我自己的包保护得很好。是是是，嗯，对，然后好像现在没有什么不好的，像可能有的时候周六会比较乱吧，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是没有的。对对对，你说黄麻将是吧？哎，对，我觉得每个人可以发出他们不同的声音，但是你没有必要去破坏公务，这是一点。是的，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主张去影响正常人的生活。嗯，就是作为中国人是这样理解的。我跟他同意，确实啊，我也是觉得黄麻将太乱了。不管他们的原因是挺有意思的或者挺重要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太麻烦了吧。你呢？因为我之前在巴黎，所以对偷盗事件 OK， 我觉得还有就是法国的罢工太可怕了。是吗？哪？因为在中国很少会有，几乎没有罢工，但是在法国，尤其是巴黎，就是经常罢工，火车罢工，飞机罢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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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去过中国，没看到罢，就是那些comment dit en français， strike 法语就 manifest， 除了 manifest， grève， on adore faire la grève。On aime bien faire la grève et ça c'est vrai. Et c'est vrai qu'on se sent beaucoup en sécurité en Chine. Je l'avais dit déjà sur une vidéo. Je me suis sentie en sécurité en Chine comparée à ici. Et je suis du même avis qu'elle. 还有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跟我说啊，法国很浪漫。你们觉得法国浪漫吗？不算吧，这个法国比较慢。哦，是吧？对，比较慢。就节奏哦哦，是吧？没有浪漫，不算吧？我觉得应该也很浪漫。我是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就跟我说法国特别特别的浪漫，为什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一些影视作品，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法国会比较浪漫。然后还有就是在巴黎，然后埃菲尔铁塔，然后走在那个圣日丽兹上面，就会感觉很浪漫。但其实就是比如说冬天的圣日丽兹啊，其实那个树都是秃的，然后就也没有很浪漫。哦，对对对对，我跟他同意。我个人觉得法国没那么浪漫。下面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哦，就是他，因为你去过巴黎吧，你带过，对对对，你觉得巴黎还是杜森比较热情啊？我个人会觉得图鲁兹人更热情，因为我觉得巴黎的生活节奏都很快，所以他们说的最常说的三个句子，第一个就是 c'est pas mon problème， j'ai pas le temps， demande à quelqu'un d'autre。就这三个题啊， c'est pas mon problème， j'ai pas le temps de demander à quelqu'un d'autre。 Et à Toulouse alors， 那 Toulouse 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人们更热情一些，而且更有时间去跟你交流。嗯，然后
我觉得比巴黎人更热情一些。你也是这么想吗？就是去了巴黎，去巴黎，因为我们上周刚去了巴黎，然后。我觉得目前而言，我觉得图鲁兹人确实比较热情一点，尤其是像你到商场呀、一些商店里面、然后你就看到就是巴黎人的话，就看他看到外国人就会觉得想到骂了，但是在图鲁兹的话，然后一些店员啊什么都会很热情的跟你就是讲话什么的，还会送很多小样，尤其c'est trop bien ça. 差不多这样，因为我们去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没有太深刻的体会。Franchement, vous entendez les Toulousains, ils pensent vraiment des choses très positives de la ville et je pense qu'il faut qu'on travaille pour garder cette bonne réputation. Ce que je veux dire, c'est que vous êtes dans cette 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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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s êtes dans cette ville.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啊，比如说有时候在 Swahili 上面会有男生会问你想不想发生关系。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夜情是吧？我们这里叫我不知道他们是想要有一段长久关系或者是一夜情，总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发出那样的信号，然后我们很正常的在交流，然后突然就那样，是还蛮尴尬的，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是我觉得最尴尬的一点。很尴尬，尴尬。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听不懂上课。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一开始的话就是硬听，然后就是记笔记的话也记不下来，因为一整句也记不下来，然后最后就是找同学借笔记这样子。然后还比较尴尬的话就是，对，在前几天在都上的时候出去玩，去威兹 Vinci 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亚洲面孔嘛，然后可能法国人分辨不出来日本人或者中国人，就分辨不出来亚洲面孔，但是他可能会觉得我们是日本人，所以他跟他的小孩子说，哇塞了塞了加夫奈了加夫奈，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可以听得懂法语，然后也可以，就有一点点尴尬。哇哦，对对对，我理解你，其实在这里是特别正常，就是男人一般除了那个 blonde q 一夜情吧，然后呢像中国男生不会这样吧，中国男生可能会有，但是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因为我的社交圈会比较死板一点，因为工程师都是那样，然后这边的工程师真的和中国的太不一样了。是的，是的。Bon bah, les garçons français, si vous regardez cette vidéo, essayez d'être un peu plus romantique parce que effectivement, quand on va en Chine, on nous dit souvent que oui, la France est romantique et finalement, quand elles arrivent, elles voient pas autant de romantisme. Donc un petit message aux Toulousains, surtout, soyez romantiques et surtout apprenez à connaître nos amis chinois.特别尴尬的事情，就是想一想吧。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词语我会搞不清楚，然后还有就是阴阳性，这个就很尴尬。然后包括有一些词语可能在英语头是一个意思，在法语又是一个意思，然后我就是有时候会搞混他们的意思。我的话可能就是当时去里昂的时候，然后坐他的那个缆车，就是交通工具嘛，其实就很正常，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是亚洲脸，所以车上的人会盯着我看，而且是我看上他的时候他还是会看我，就不是恶意的，但是就会盯着我看，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我知道，明白了，明白了。其实就是外国人在另一个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对， 对， 对， 对，我考你一下，我这里有一些叫 verlan， 听说过没有？比如说有一个字啊，比如说 femme， 法国人会把那个 femme 转过去变成 meuf。你没听说过，这叫 verlan。比如说我说 ce garçon est chelou， ce garçon est chelou。我帮你，那个词是 chelou， 对， louche。elle connaît， bravo。对对，就是那个。所以你知道吧？你知道 verlan 是什么？我现在知道。
Bon, on est tombé sur une très bonne élève. Je suis vénère. Je suis énervée. Je suis énervée. 就是一般，就是有时候会听我同学会讲，然后我也会学。是紧张。是发脾气的意思就是。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哦，那你太厉害，我问你吧。哦，tes mains, la matière et le comme là-bas, ils arrivent en mode scred. Voilà. Rigo. Tes mains, la matière et le comme là-bas, ils arrivent en mode s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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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scred. Ah, Nini, j'ai tout. Scred, scred, je suis discret. Je sais. Tes mains, je suis mat. Quand de is, doué. Mater, je suis mama de is.comme 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你看看前面那个妈妈和那个哥，就是那个大哥，他们是偷偷的过来，就是那个意思。这是绕口令吗 ？Non, c'est pas, 就是。Verlan. Verlan. 对对，就是 Verlan， 其实年轻人经常用的。Merci encore d'avoir joué le jeu. Merci beaucoup, 谢谢你，我非常非常感谢你。Bon bah franchement je suis choquée là, j'ai beaucoup de Chinois qui répondent à mon interview, j'en ai déjà deux hein, c'est énorme pour moi et on va continuer. Chichini. Bah merci, je tombe sur des gens cultivés qui connaissent plein de choses sur la ville et qui disent des choses positives, merci encore. Now man, c'est chaud là-bas. Chichini Nina. Non, Chichini Nina. Chichini, maintenant, un tiers. Bye bye.